今朝啊，搿只故事阿拉进入第三集了。之前交关朋友讲啊，讲我来卖关子，还真勿是卖关子，因为搿个呢是长篇故事，要从80年代一直讲到今朝。虽然我来讲故事，但是伊也是真人真事，所以大家耐心听下去。我今朝拨头有点嗡啊，不过呢还没痒。阿拉抓紧讲故事。上一集阿拉讲到啊，这个老宁波拿房子过户。顾不了伊那个小儿子以后，这个朱小姐就告这个老宁波老死不相往来了。有交关朋友留言讲，搿留拨伊个儿子了，伊为啥不告伊往来呢？似乎呢有点勿合情理。搿么究竟是为啥呢？现在啊，搿条线先放一放，阿拉先回到同一年2006年的傅先生的身高头。10月份的辰光呢，傅先生有一趟就告这个朱小姐讲，阿拉还是离婚嘛。伊讲阿拉呢有得两个儿子，一人一个，这个资产呢60%归侬。朱小姐讲啊，侬让我想一想。第二天啊，朱小姐就告傅先生讲，我呢不同意离婚。伊讲阿拉两个人呢是有感情的，阿拉又有两个小囡。伊讲我呢晓得侬外头呢有女人了，阿拉夫妻生活呢不和谐，毛病出了我身高头，我是有责任的，我改。我呢拨侬2年的辰光，侬告这个女的拗脱。搿傅先生讲了。我也不愿意告侬离婚。侬想想看，我认得侬的辰光，侬只有16岁，我21岁，阿拉两个人一直走到今朝，阿拉个感情呢是老深的。侬只要回归到大家正常的生活状态，不要讲2年，我分分钟钟都好告伊断脱。又隔了一段辰光，这个朱小姐告这个傅先生讲，我啊妄想自想，侬认得个只女人肯定是看中我钞票了。我建议呢，阿拉两个人啊离婚，但是是假离婚。侬呢净身出户，侬没钞票了，侬没钞票，搿女的不就离开侬了吗？我还是拨侬2年辰光，2年以后，侬要是告伊勿往来了，阿拉两个人再复婚。迭个副先生讲，侬瞎讲八讲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就搿能介呢，谈勿下去了。搿时候，迭个朱小姐就失踪了，电话打不通，人寻不着，就搿能介失踪了。一失踪呢，就十几天。有一天呢，搿个朱小姐告迭个副先生打电话了，伊讲我来某地方的一只宾馆里，搿傅先生啊，心里向一轻松了，总算寻着了。朱小姐开口就讲：“侬净身出户，阿拉离婚。”迭个傅先生啊，胆子一拍，勿可能啊！伊讲：“搿哪能可能呢？”伊讲：“离婚有啥真个假个啦？我净身出户，我哪能过日脚？我现在也冇五根个人了，也没迭个可能性再创业了。勿怪是真还是假离婚，侬总归也拨我生活费个。”朱小姐讲：“侬想也勿要想。”侬留了搿个钞票，侬就会得去寻搿个女人。侬必须净身出户，谈勿拢啊，谈勿拢归谈勿拢啊。搿朱小姐还是跟迭个傅先生呢回到了屋里。搿些辰光，伊拉住个迭个房子是辣浦东某一个比较高档的一只小区，复式楼，面积老大啊。迭个房子到目前为止，朱小姐还住辣海。回来以后呢，就开始一哭两闹三上吊，单单白相上吊就弄了十几大。又要去跳黄浦，就经常啊半夜三更啊就出门了。那么搿个傅先生急勿啦，早跟了伊后屁股，伊呢就会得做动作要跳下去，傅先生没去拉伊。阿里天伊又不高兴了，又半夜三更出去了。搿傅先生呢只好又出去了，就跟了伊后屁股，就搿能介白相上吊、跳楼、跳黄浦，就是半年啊，就一直晃到了2007年。这个傅先生身心疲惫啊，没办法过日脚了。哪能办啊？发急了，就打电话呢，打拨了朱小姐，不是做安利的嘛？伊呢有一个指导老师梁老师，梁老师呢自认为自家呢搞得定这个朱小姐的，那么伊呢就开始去跟踪伊，去劝伊。两趟下来以后呢，估计这个梁老师啊不小了。这个梁老师呢，告这个傅先生讲，侬想想看啊，伊现在黄浦江旁边一直跑，伊何里天真的想不落了，一挖下去了。侬连尸体也寻勿着，搿侬想想看，两个小囡还没大嘞，搿个小囡搿一生一世勿要怪侬个嘛，侬还能够安心伐？搿句闲话呢，说到了傅先生个女个地方了。伊想想，确实是搿能介，被逼无奈啊。伊讲，我就算答应侬假离婚，阿拉也是有条件个，伊勿可能真个让我净身出户个，我真个净身出户哪能过日脚？搿么就搿能介呢？由梁老师出面进行调解，这个朱小姐呢松口了。愿意拨伊一部分资产，条件是搿点资产勿好超过100万。葛末谈到最后呢，
就是傅先生呢，蹲辣市中心啊，有一套廿六个平方的老房子，伊做房产的辰光呢，收下来就是等拆迁的，平常没人住。伊讲搿个房子呢归我，还有一套房子呢，这个产权呢是伊朋友的一套房子，是一套动迁房，五年勿好过户的，也归傅先生。另外呢，还要三十万洋钿现金。搿个朱小姐同意了，结果啊，第二天跑到民政局啊，伊就翻脱了。伊坚决不同意拿这个市中心廿六个平方这个房子呢，拨伊。搿套房子啊，虽然伊拉没人登啊，但是伊拉个户口啊，就是包括朱小姐，还有傅先生的爷娘户口，侪落了这个里向，就是等拆迁的。伊就坚决不同意搿套房子归傅先生。搿傅先生又光火了，伊讲侬不是侪谈好的嘛？伊讲跟我这个下趟还有我这个爷娘哪能办呢？要是房子，朱小姐就来伊拉这个协议高头写下来。就是傅先生的爷娘下趟后的住房问题由朱小姐负责解决，就来2007年呢办脱了离婚手续。办归办啊，两个人呢继续同居。为啥？不是讲假离婚嘛？所以呢继续过日子。搿个2007年哦，就是发生了交关事体。第一，伊呢先拿伊个大儿子送到了国外去定居，伊拉一家门哦一道到境外去旅游了一趟。老和睦的，还有呢，就是拿这个伊朋友的搿一套房子开始进行置换，葛末搞这个朱小姐商量好，阿拉两个人的名字呢，侪写进去，随后呢，伊拉呢就拿这个房子呢置换脱了，也来浦东，离伊拉屋里向勿远的。这个傅先生还要装修，还要弄好了以后呢，就拨伊个爷娘登进去了。但是辣海搿个里向过户的辰光，这个朱小姐就是勿拨傅先生的名字写进去。搿傅先生又要光火，又要发急了。伊讲侬搿个勿是侪讲好，侬哪能又变脱了啦？搿朱小姐讲，伊讲要么搿能介，阿拉拿大儿子的名字写进去，搿种可以伐？搿傅先生真的是好糊涂哦。伊想了想，哎，我自家的儿子写了里头，我将来总归好登搿房子了。最后呢，傅先生也没名字了。有一趟啊，这个傅先生啊，想去看看这个老人伯，勿管哪能讲。老宁波还是一个姑房爷嘞，这个老宁波啊，就是晓得伊呢离婚了。搿个老宁波讲，侬当心离婚哦。伊讲搿朱小姐搿勿是一般性的人哦。侬看，阿拉已经勿往来了，啥道理？这个就回到了自己留下来的一只谜底啊。伊讲，我拿这个房子过户过拨了哪个小儿子以后，伊就勿睬我了。还有，拿这个小儿子啊，伊来我搿搭用脱了交关钞票。我提醒侬啊，侬要当心搿只女人。搿傅先生讲，有啥好当心啊？侬看伊外头也勿稳的，一直两点一线的。伊讲倒是我有辰光外头还来稳稳的。介老实个女人会得出啥花头啊？没啥花头呀。老人伯关脱勿响了，回去啊，傅先生还是回味了一下这个老人伯的闲话，但是伊想来想去还是没想明白这个。朱小姐会得拿伊哪能呢？伊还是觉着搿个朱小姐是个贤妻良母，伊还是觉着自家有点对不起。葛末平常呢，伊拉生活辣一道呢，所有的开销侪是搿个傅先生来的。傅先生有好几趟就告这个朱小姐讲，伊讲侬哪能一百样钞票侪是用我了？伊讲侬搿钞票摆来做啥？就是要用的呀！拿侬钞票用清爽了，搿女的勿就离开侬了吗？有，就是搿套逻辑。就到了2008年，伊确实拿这个已经30万、已经廿几万用脱了，剩下来10万都不到的辰光，朱小姐明确告伊讲：“侬从现在开始离开我屋里，就要拿傅先生扫地出门了。”搿傅先生一记头就讲脱了，伊讲我查着侬啥物事了？伊讲哎，侬勿要跟我多啰嗦，侬现在就跟我出去。伊就真的离离自家的一点日常，一只包一拎跑了。这一集呢，就先讲到此地，继续关注，朋友们，再会。